我也是一个。结婚吗？谁呀？谁呀？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王小飞晒到钻戒，许魂 Mandy， 二魂请张兰吃饭，竟被拒绝。我要跟小梅一个，打他，打他。王小飞日前才在直播间宣布将和网红 Mandy AKA 小妹领证结婚，选在我爱妻的谐音五二七这天娶回小妹，还送上超大钻戒。从下礼拜开始，我也是你的。好事情啊！哎呀，礼拜一我们就到那个上上海海了。是说小飞这次应该要先跟妈妈张兰报备后结婚吗？谁呀、啊？咱们唱首歌吧。唱什么呀，兰姐？发婚啊？有这歌吗？今天我就要嫁给你了。说今天晚上要请我吃饭，汪小菲同学。但是呢，我今天晚上要去领奖，这顿饭我就不去吃了。饭有的是机会去吃啊，不能一朝遭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过去啪就过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该找寻找下一个幸福，一定要去寻找下一个幸福，对吧？过去的。早给摔的。其实王小飞和大 S 离婚后，先是和张颖颖公开恋情，后又分手，后来再和 Mandy 交往，但一直到现在还三不五时 Q 前妻大 S， 态度反反复复。你对他是爱还是可怜？爱，你还爱着是吧？我王小飞实名举报徐熙媛长期滥用药物。我平时是不是这样？陆思清是失忆的。陆思清是失忆的。这回真的和 Mandy 步入婚姻，网友纷纷表示恭喜，以后别再 Q 前妻，不要再用大 S 前夫这个名号了。